好，差不多了吧？Good night, Hoshio。好了，我觉得就剧情的推演的话，现在差不多该来了。一天只能跟两个人出去玩呢。哇，这集还好难说，到底就是现在看不太出来，到底谁会怎么了？他每天晚上都睡得好爽啊。お前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卯足全力冲吧。 Go night hojo。 该死人了。差对啊，差不多了，该死人了。今天又要去，反正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冲往餐厅，以免大家觉得我杀了人，对不对？合理。处男会传染的？难道你不是传？难道你不是处男吗？会传染吗？靠背，他又来了。我连回答都懒，给个提示。今天晚早上我穿红色内衣哦。我才不 care 嘞。なんか気になる私から。你什么东西？从上到下88、57、84，胸部太大了。他为什么一直这么在意他的胸部大小？来问个问题，应该有事没跟我解释吧？现在不能说。离开这里之后，我要把你们拿去喂鸟。不要靠近我，处男会传染。你们也不要靠近我好了，等下传染了怎么办？告诉我死完发生什么事。你这样他已经不行了。なるほどな。事情会变得很有趣。别依赖什么虚伪的关系，小心遭到严重的反扑。你不用跟来，傲娇的白夜大人，以后只要娇就可以了。桃胶吧，什么东西？天哪！刚才死神仔该不会是那个吧？哦，还没有。我还以为是误切或是死完出事的嘞。可以约会吗？我先存个档好了。如果可以约会的话，我要去约会。谁一直在？哦，他在洗他的衣服吗？我可以帮你洗哦。点错了，点错了。Nothing。So。
可是这样我已经跟他打到最高了，就算我让他。这样就什么东西都没拿到啊！那我要重来。谁骗我说可以约会的？那我继续去找 ROE 好了， ROE 在哪呢？是那样子之后还要再送对的，是不是？算了算了算了，有机会再来慢慢把他的那个该破的，就我全部破完之后再去，有空再去把所有的人都攻略一下好了。就剧情推演还是比较重要一点啊。毕竟我也想知道，等一下谁要串谁赛。又要去游泳，每天找他出去都是去游泳。他还喜欢什么东西啊？第二颗纽扣是什么挖瓜？这是什么、啊？月之石、地球仪、水晶骷髅，这一定是那个康比驴喜欢的。感觉他应该会有机会会喜欢这个无限蒲公英。给他无限蒲公英好了。啊，还是我再送？哎，我没有这个了。哦，好像没有很喜欢，就你，好想吃什么？不行啦，甜甜圈是紧要关头的秘密武器。想吃咸的零食，拉面，哪来的拉面呢？你喜欢吃哪一种拉面？喜欢清爽的酱油拉面，豚骨拉面。豚骨拉面就是肥的，讲着讲着越来越饿了，去吃。你是男生吧？怕了去吃拉面吗？窝囊。天哪！超群绝伦的集中力。那哎、欸，我看一下，这样子跟他是到星星的吗？还是还没啊？还没耶，看一下那个能力是干嘛的好了。哎、欸，这样看不懂他的能力是什么？哎、欸，可是这样子也是两个都五嘞，所以。理论上这边应该是，哎，可是他还没有拿到星星。
去攻略一下大神鹰好了，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已经拿到了，感觉跟大神这个好一点应该不错。反正他这么猛，为什么他们两个无时无刻都在一起啊？好烦啊！我就不能有跟小鹰独处的机会吗？我想摸摸他那结实的肌肉啊，长得像卡骨，卡骨是什么东西啊？背面，哦，这个吧。可以吗？哦，可以收下这么贵重的东西吗？哇，你不要找我聊聊几句呢？他看起来超级爽，其实我有个烦恼。但这个环境做不到我期望的锻炼，他觉得他越来越弱，这种事情我办不到。你冷静一点。大神同学期望的锻炼是什么呢？偶像剧的演员，所以是帅的意思吗？是的啦。我来偷看一下卡古是谁。要是很丑的话，我就审判你。悬吊式的绳索靠着自身体重进行肌肉的锻炼。你有在听吗？所以他想要干嘛？所以他到底想要干嘛？某个东西敲废轮胎的锻炼方式，有，我就在听啊。他刚明明就没有讲。用拳头嘛，对不对？呼呀，啪啪啪！我锤子，そうだな。蹦蹦，やはり。忍耐也是一种强症吧？教我忍耐的重要。我想通了。这份恩情将来我一定会报。OK， 技能点数上升了，耶！所以你说全剧终的时候，那些死掉的人也，我们也还是可以继续攻略，是不是？他说房门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先存个档好了。有张纸条掉在门边，我的妈呀，是下面挖沟啊，从门缝里面塞进来的。到餐厅集合，为什么他？
好奇怪哦。不是啊，为什么去餐厅集合不直接敲我的门啊？哦，是的，可以是。那就到时候再玩好了。是我写的。误切载的吩咐座，只是跑腿而已。今晚要不要去泡个澡？走呗。リアルな話。Alter Ego。这个死完长得好好笑。哇！这两个人吵死了。就此塞了大便，高高的白叶大人，现在是鹰船的俯川吗？少啰嗦，跑腿的任务就完成了，有什么话要说呢？一定是 Alter Ego 了。干嘛？哎，啊，他人呢？肯定是没什么好事，不见了，不见了，哪里？所以是我们之中的人。超高中级的风纪鼓掌。你身上100%都是脂肪的样子，之后还要变身三次。为什么？如果死亡同学或者是山田同学进入就尖叫，他没有大叫，不是他们做的。其中一个人就是扮演。我们之中有叛徒。有幕后黑手安排的内奸。叛徒。なんだ。我们之中有一个叛徒。到底要杀死我的兄弟几次？所以里面有一个叛徒。少なくとも都有。そうですわね。なるほど。犯人有别的目的。僕が彼女を救ってみせる。哎，国内好笑，太大姨妈的，阿巴拉巴拉，罗罗罗罗罗，一只独孤孤，你喏。哎，是米娜塞。哎，米娜塞，该回家了。仕方がありません。落ち着いて。いいですわね。
之中出现了一个胖徒，把我们的 Alter Ego 拿走了。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知道里面有一个胖徒了，是我们知道啦，剧中的人不知道了。如果真的这样，不可能的。有没有内奸并不是让我们开始怀疑彼此的状况，便陷入了浅眠，所以晚上会出事吗？合法的杀人犯才是最奇怪的。お前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天也卯足全力冲吧！等待我的却是……只有四个人，也太少了吧？还是没有人来。まさか。出了什么事？那一百万，那一百亿元。ねえ、ねえ、又要翻，又要分头去找。よし、とにかく。でも，他是说我找一楼吗？好，我知道一定会在哪里出事。这时候要出事，一定是在保健室里。居然不是，那就是男厕，或是女厕，因为我是女厕啊。哎，也不是。哎，干嘛？原来不是我发现的吗？朝日奈同学，是三楼。要叫我一个人看啊！那大一的被攻击了，怪了可疑人物。
用掉在那里的锤子。正义铁锤。苗木色雷斯妹妹。早上七点多。哼。でも。求他饶命。私。可以舔的地方，我全都愿意舔，拜托别杀我。そうか。傻小。嗯。事情都不好了。还有另外一个人。三片同居带走了攻击我之后就带走了三片啊実は偷偷拍下那个可疑人物的身影。啥鬼啊？蒙住脸的可疑人物。噔噔噔噔。そうか。言之被他抓走了，他的那个身上还写的疑似三口山的东西。等一下，我来看个东西。而且这种剧透的小屁孩，连个自己原本平常在用的账号也不敢。哎，真是丢人现眼。なるほど。通往二楼的地方。まずいな。
快去救救雾切啊！なんだ？为什么那么吵吵闹闹？哎，怎么又是你？なわけないじゃん。一起来的。黙れ。なんだ？まあいいだろう。よし。嗯？嗯？啊？听见什么了吗？もし。图书馆。他为什么这样子？他为什么这样子就听得出来在图书馆室？ねえ。なんだ？看这些写。なんだと？正义机器人。看怎么这里也有一个铁锤啊！正义铁锤二号。それは。おい。蛋白粉对这个有效。なんだこのとんでも物。这个正义机器人长得超级奇怪的。まさか。おのれ。发展很有趣。会飞吗？然后就跑了。よろしいですか？带到一楼的保健室。啊，雾切嘞。啊，雾切跟那个谁嘞？血已经止住了。それでは。そう。で。そうですわね。つまり。更大的三号锤。7:30左右。Yes。喜让人联想到漆黑暗夜的黑色内裤。我当然知道。妙だな。ねえ。そういうことか。つまりだ。幕后黑手安排的内奸。なんだ。おい。よし。所以现在剩下夜影跟石田两个人，还是石丸两个人？他的脸怎么变这样？怎么了？有个黑影，刚刚楼梯上面有个黑影动了一下。二楼。我该怎么叫呢？呀、yeah, ，还是画、啊，是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吗？小鸡鸡，你躲到哪里去了？